金鱼也转过来。哎，看到你的好，那阿妈。不要拉我啦，拉的手干什么？不要拉我，手都不要那么重啦。有旋转木马，左心转过来，左心转过来，耶！不要跑过来啊，阿妈，装鬼脸呐，你要装鬼脸呐。好多鱼啊！看看那里。哪里？哦，那里的真的有鱼很大。那里也有啊。嗯。星级甲级呀，看到你会大花绿树会大赚钱哦。有马吗？那里有马车的，特写一下有马车，对啊。这很好的，他自己找出来的。公公在忙，他无。进几分啊？好，你停一停。Thank you.
好，你不要紧，没啦，没啦。好，好。我来，等下大条了，大条不严，大条了。
1988年6月10日，向县的参事长陈宏江、副市长陈成功祝寿，县的参事参议员张，咱的会长桂志伟带领副主任委员顾俊金、副主席陈胜雄、监察人陈勇、天祥政务抓住马的会长陈俊乐、江一春龙的会长陈光明。 四代陈成功桂志伟带领协会长陈信仁等，向陈宏江、张尚香、易尚香、上禀天地，陈宏江身负降临，接受接纳这个祝寿，献礼。啊，恭读这个参议团的吉祥文书，呼吁道光无边，护黎民，求子一保平安，成功有感，降吉祥，感激有方，添百福，庆丰丹山，中华关帝宫殿，向你中南路二段四百八十一巷，一号神的禅师，神的宫观音佛祖，天上圣母，四财丹仙姑，圣师，庆丰前往潮州丹凤宫，四财丹仙姑，师尊神佛。 祝寿参香调性合敬平安，祈祝至大天宣化弘扬圣教，福慧群生，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合敬平安、祈求吉安吉福。实际上是参香团，由主持陈胜雄带领协会功德主，会长桂志伟带领随友人员，陈英宗、萧王菊、陈英元、李天向。 谢丽珍、陈霞桂、詹春辉、陈朝耀、赵金元、谢陈秀玉、罗家本、罗浩德、陈智慧、谢忠信、杨英文、陈秀良、赵国才、陈光明、杜秀端、罗玉丽、陈俊玉、陈秀良、陈玉如、陈家豪、桂志伟。 桂松家、陈玉环、罗洪生、尤丽芳、陈勇、蔡素清、顾兆金、陈进才、何美英、陈如意、陈如熙、谢赞丽珠、陈丽芳、吴赞桂美、何爱珠，与参与团神南信义、十方大德一片的虔诚，引以香花果品在。 受托受庇，敬献于丹凤宫，四财丹仙姑，以主尊神佛保佑，请客寿客寿，扬祝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风雨顺遂平安。参香调神回教以后，神的上师，神的将观音佛祖天上圣母，四财丹仙姑。
用一自尊神位，神位显现香火旺盛，合众众会神圣人顶东西南北四方界里人顶兴旺，财源广进，春夏秋冬，家家吉庆，户户昌隆，四时无灾，八节有庆，蓝天百福，六六千祥，万神光彩。书人共享二路相通，风度大展，百般如意，合境平安，大吉大利，大工吉祥，恭祝丹凤宫四在丹仙姑，圣诞千秋，有意师尊神威，神威显现，香火旺盛，圣德圣寿千秋万万年，至诚参香献礼，雕像银柱，红酒银标银章，啊，由主任。副主席委员傅九金是主持，陈宪昌监察人陈勇，天祥圣母抓周马会长陈俊玉，光着尊王会长邓光敏，素材陈仙姑的会长以及委员合会长先生，岁数乙亥年1808年10月14日管理人陈宪昌拜相成书。咱种也无入去庙伊，无啦，咱种嘛是遮尔啊，嘿，赶时间啊。啊，你回来较早。较早对。你四点就出门啊？看嘛，早起回来看，那是谁啊？丹凤宫啊。哎，请马马四在那爬，快那爬，这个啊，他是。我早班老母啊，阮姊妹啊是咧十号坐车开，这个较十号的有食番薯较硬，啊我阮小妹食番薯的较硬啦，啊我食蚵仔较软。好啦，伊迄有迄甲状腺低下吼，食迄药啊，关于类固醇，对啊，因在上面好多，反正就是甲状腺低下爱食迄种药啊。甲状腺的啊。嗯，啊，因外口嘛安尼啊。好用钓较远来吼，较好用。啊，手机人家无钓遐远，手机也袂钓遐啦。哎，手机话大，但是钓无遐远。嘿，伊个距离较无遐远，手机话会。是远去啊，你个钓远啊。哎，钓远个对嘛？大家对嘛？
¡Gracias!
我这个擦干了，好吗？好了，我直接来。
我讲免免个出钱。我带你走耶。哟。来，妹妹来，嗯，转过去。上手了，咋了？你这边来，去哪？啊？这边来，这边啊。要这边。我穿的。过。两块线，两块线。过。感受老吗？老开了。你们过来呗。过。你们是谁？那个厕所在楼下，楼下，楼下里面那个内角。楼下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去楼下坐。
Thank you.
咩？你食饭？青菜啊。